专业的就像那木偶戏一样，每次都一模一样。
久的呀？我们还还很听话，这个还好操作。你以前生理也很多，你就直接架在上面。哎，对，他这种生理也很多。这个。
老师。我今天那个我学会了。不行，等一下。我现在那个，我现在再跳一次的话，我就会了。哎，对，我们就是在那个垫子里面。我的妈！这叫允许吗？这么说。这允许多少跳一个？允许什么什么？不是允许。我现在那个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我现在那个是哒哒哒哒。这个会吗？会。师傅好好看。那他男生女生都是那个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。有什么？你要问他，他好。走了，这几点钟啊？几点钟？没晚。他几点钟了？下课了。几点三十五？几点三十？那十几都摔了三十，最后那个孙子差点踢你，跳到最后磕了好多次，摔了好多次，全部摔，不拿回来都摔三十次。没有没摔，他要掉了，我哈就接着舞台，眼睛手快哈，我哈就接着。哎呀，全身是汗了，全身是汗。今天跳到，今天晚上又回去洗个桑拿了，已经洗了桑拿了。对，他们这块也练舞。他们练那个七八舞，他们几个那个好像要练嘛，不知道，好像要练。他们带音响的，他在哪儿练？我晓得。他站在舞台边上。知道吧？他们是男生那么几个。那我把那个脚架在那儿，那个啥？来，脚架在那儿嘛，然后放哪儿都响那边，这边。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，你赶紧问啊！我嘛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转一圈。这个要不要放上去？放上去吧，反正没得用。就会这样吧。我不敢放，我害怕放不好。哎，对不起。没对。马老师。没了，没有，快下了，下了就可以了。下了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刚才一下就瘫了。不是一起走吗？不是一起去吗？不是一起去吗？你去不了啊，那就广州，那哪里还唱个酒？唱啥呢？我唱个酒。哇，老王啥嘛？弟妹，快点过来！我给你找啊。没有，他们就要练那个旗嘛，晓得不晓得？谁的人民币？人民币是我的。他们在那儿去。他们有几个专门跑到罗马街跑那个新疆工业跳去啊？对，我看了人群里面，鸽子还有。就鸽子跑了噻。就那噻。李帅和鸽子他们。然后说的那边到最后也嗨起来。也嗨起来了。嗨起来了。快点，赶紧先走。这个牵扯的，这么大过去，我自己。昨天我不去了。结束前，走了吗？做事情后来有人问我，那不要去，不要去哈。明天不是去了吗？他去广州，他去苏州。我今天本来记住了，但是我那个时候，我明天几点你记得吗？我上次广州的那个灯车去，我看了噻，就是他们在那个广州那个什么小蛮腰、小蛮腰那个啥来着？反正叫小蛮腰。那儿上面跳舞嘞，你看。顶顶上跳舞的。广州，我们去广州，然后灯之后来去了，他们还去海边上，跳
叔叔他们喜欢宵夜，他们在讨论说李长久是不是不应该看成年，看成年龄大一点的。对，刚才认得，我记得说李长久妈妈，李长久妈妈，我说哎，我们这里是李长久嘛，我就不拿你的手机介绍，我说他是来自李长久，然后我说简中妈好漂亮，所以我就说说了一句下嘛。刚好那个李长久妈在那放他的那个直播，他在我面前，我说这个是李长久。原来是来生个喜事啊，喜事要包着听听。就是从那里来的。哎，瑞，都谁的？你又不要不给看啊？啊，他啊，谁让你打屁股的？这是有些皮肤好起来的，看嘛，漂亮，今天拿的好漂亮哦。你看，你说你不拿的，那我来拿。来，对。看看妹妹，妹妹又有她三十了，四十了，大一点的，三十了，啊，精品书，看看你，拿的，拿的精品书，因为那个高原上的李艳，周艳是领导了，嗯，肯定还有要七秒钟。他不可能碰到，他打不到的。所以五 G 的话也打不到。都有延迟，都有延迟。那个之前那个软件有延迟两分钟，也就是两分钟之后就在看到挂的。延迟拍到了嘛？嗯，就收了。嗯，就是起码他，其实他每次练我都在那边练。他在那边嘛？嗯，他在那个摇摇。哎，开虚，有这种。咱们买的账是吧？他搞不清楚哪个叫李默。他是不是我听你的？不可能在哦。那个房子，你搞不清楚拼还是拼的。我倒是不知道。一个房子挂在上面嘛，还有个 QQ， 还有个 QQ。好吧，他不得那个。他们今天看舞台，他们学那个，那个舞蹈。还有七百多人，明天关注的能不能给？哎，这个敲的还是可以。哎呀，搞忘了，这个录的那么长。他们练练舞。转转
校服，校服，对，那个叫盲盲创时期，他盲，他起名叫盲盲创，旁边那个导演叫这个，他去阿坝走的，叫他不是穿他本来想要要去，去阿坝走耍。老板，你咋了？挡到了吗？不开了。挡到。不要挡，不要挡。那那那，快过来，快。不要跑远了哈。它是拍视频嘛？有几个人在这儿唱，不晓得是哪个。是好多拍视频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是哪里？他来拍视频吗？好像是，他们来拍视频，我也没有。他们来面。谁教的？你说那个舞是谁教的？那个我有，你就加他嘛，他都有区别，就是现在就是这种。鸽子肯定在噻，他又没上去，他肯定都要在。我看了，但他们抢功发没有？你在不在抢功？昨天是在抢功。哦，我咋摔了？他们在今天没
昨天他们在全宫那边说的，嗯，脖子就全宫，就这个是那个啥啥隔上错。隔上桌就全国的老师，这个女孩可以哟，啊，大三的，啊，好多粉丝。隔上桌老师，他是教书教的。他专门教国教的。啊，你看这个，哎，鸽子，鸽子肯定跟着他去的。对。他要学那个的嘛，他要学那个。鸽子就跟他学。哎。他属于三年。啊，昨天人还是有点多，这几个男的一套，这个男的一套哈。这个是枪术的，这个韩小刚。嗯。还有这个是阿爸，这个是啥子？张杰，要穿白的，白衣服黑背心儿，有点胖的，像孙悟空，打架的，他被打的有点稀的。之前的吧，昨天晚上的，昨天他们喊嘛，他们在群里，没有陪，那边不在，这不是，就昨天晚上，我之前女朋友都是去，找他去，这女的她跳起，很有味道，她就是西藏那边的，你看那儿的脖子啊，昨天，她跳起哈，她那个手，我讲她很有味道的。隔上桌，他昨天是前天，他们要直播了，他们在一个啥子房子头，就也不像婚礼。提前那个一个枪战印象。撞枪，撞枪印象。所以他找了嘛，就是我就说嘛，上次我们元旦节不是去了啦？啊，元旦我们去了那个科长去直播的，然后我们现在重新开张了。在那个地方，就只在本地嘛，我们不去的。不，里面的他们是白天跳。白天跳，就白天，比如说演个歌装队嘛，就是我们是元旦的时候，他们白不是，他们晚上跳，他是一个喝茶吃饭的地方，但是因为那个老板是有个是西安的，那个老板我关注了，那个老板是西安人，他特别喜欢跳歌。但是你要等到那个，像上次我们元旦节，就是拥挤的团队，跟青羊宫的团队，我们两个团队，早上差不多10点来钟去嘛，然后就耍一天，中午吃饭，一直耍到晚上。我们后来又到安德提前去，就是三个团队。他有个老板，他有几个老板，有西安的汉族，还有就是阿坝酒的这个就是，对他，对嘛，他们那个这个是就是感觉印象，对，我们那个推荐，对，他上次跟我们一起，那个老板还是可以。那么他们马上要开了，已经开了嘛？已经开了。所以元旦节的时候还没开，不是五一节还没开，看嘛。这个老板就喜欢跳，他跳多好。他是西安的，因为我给他摆过，他说西安人，他说他春节要回去。他们在新的地方，但是老地方我找得到。我专门带我们家亲戚去喝茶的。他那边一天喝茶一天5块钱。我上次我们重庆的亲戚来了。啊，那儿舒服的，你喝了茶，你还想跳就跳的嘛。那些喝茶的就全部是阿爸干子的。他那儿随时可以跳，哎，他随时可以跳，你想跳就跳，为啥子？就冲了这个，其他的地方你想嘛？哦，你光喝茶，那儿给你提供一个场地跳，而且他还有音响，还有啥子，还有个气氛，所以他们爱去，他们经常去。那边去拍视频，以前去年子年底就是在境外，我开头晓得他们在哪儿，结果他们说的在郫县，我元旦节去了。远了，就我们说的，这跑20多公里。不是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他们平时不得去，他是搞活动才去，搞活动才去。
人越来越多了，兄弟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多了一百。